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刀。看到这个视频，你们可能会问，哎，小刀你还活着？对，我坚强的活了两天，用了100块钱。当然，最后他还是从广东把我带回来了，已经回到了我的地盘。咱们开始有冤的报冤，有仇的报仇。洋洋，哎，我过来。长了。给大家打个招呼，过来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你害怕吗？广州是你的地盘，兰州是谁的地盘？你心里不清楚吗？把腿给我收起来。